抽筋了呀！我是宋茜，这次哦，也有可能说你选的还上不了。我一雪前耻，我后来也跟朋友去射箭了，就是戴着眼镜的时候就很准。我觉得今年我可以一雪前耻。同时，你们要记住，过我们上一届超新星，上一届的直接进入这个项目的直播比赛的新规则，第三位。嚣张，好，就喜欢你的嚣张。五，那去年那个五十米的大，各位，一米六，想挑战的同学，哇，这优势我还穿毛，继续吧。好，立定跳远是弹跳力。下肢爆发，完整的立定跳远技术动作。前面跳了，先上场挑战，两次机会，加油啊！是不是加油啊？哇，他刚跳过了呀！哇呀，这还怎么挑的？哇 ，breaking！ 稳一手，稳一手，稳一手。这个标准有点高。包括他们，你就是第一名了。有梦想的人，谁都了不起。哼！啊！微博、台网、微博、微博运动、微博、微信、微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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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微